各位尊敬的宗教领袖，各位跨宗教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慈悲最基本的就是引领众生脱离苦难，而现在与未来最迫切在眉睫是气候变迁与生态浩劫。在各个信仰中，世界万物都是同根同源，只要静下心来，就可以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连结，灵性与生态即为一体共生，不可区分。曾有一位霍比族老酋长说过，大自然的变化都是反映人类的生态所造成的伤害。去进行转换与进化，就如同洗涤污垢与缝合伤口一般。灵性无所不在，只要没有回归灵性，你就不知道珍惜生态。唯有回归灵性，才能真正解决生态与人类永续的问题。希望依循这样的精神，展开化解地球的危机。具体行动，就是灵性觉醒，跨界合作。我提出三项合作目标。首先，所有宗教应该团结合作，让教众都能灵性觉醒，呼吁生态环境的共识。从各自信仰传统出发，推动正确的生态观念，认知到大自然与人是多元共生、相依共存的伙伴关系，同时也由内在忏悔人类对地球所造成的种种破坏，净化心中对立、仇恨、掠夺的因子。同时，我们也想邀约大家一同响应素食爱地球，全球畜牧业排放的全球总温室气体的20%，仅次于能源污染。希望我们宗教界也来亲身示范，多响应吃素爱地球的实际行动，从每天的饮食出发，以实际的行动为地球的健康尽一份心力。其次，我们要找到问题根源，解决问题。科学家已提供各种方法，告诉所有人怎么保护地球，复原地球的固有的永续动力。最重要是要让生态浩劫的一个造作者觉醒，自身终将是地球灾难的受害者，进而意识到生存危机，并迅速改变，积极出发，正确行动。再来，我们宗教界要共同制止战争，废除核武。核武战争是地球毁灭不可逆的关键点，而核弹一引爆，此时没有胜负，只有共同毁灭。所以，为了人类的永续与所有生态共存的伙伴的安全，我们必须用宗教最大的力量来一同制止核武的战争。
甚至核弹试爆等不智的行为，这是我们宗教的使命。地球是一个有机结构体，然人类无止境的开发，有如抽干了地球母亲的血和精气神，接踵而来的只会是地球为了自救的反扑，万物皆为灵性平等的显现在生态环境的系统中，人类勿妄自尊大，也莫唯我独尊，在万物的互济共生中串联起爱与灵性的一个生命网络，能够觉醒灵性及生态，就是慈悲的展现，带来和平与永续的希望。非常的感谢大家的聆听，也感恩大会给我们的平台，宗教的连结共识，创造世界的平安和谐。祝福大会圆满成功，谢谢，谢谢。